大家好，我是兴隆，在这里呢，我非常荣幸呢，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消息，就是涂慧源老师的 Tutumoto Just Coffee 终于开始营运了。那这样子可以让更多喜欢音乐的朋友，喜欢唱歌的朋友都有很好的舞台，能够在台上呢一展拳脚，同时间呢也有很多的车友一起来参与。一起来共襄盛举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能够让人振奋，而且又举国腾欢的事情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，一起来听好音乐，然后来看到好的车子。兴隆在这里呢，祝福涂慧源老师的 Tutumoto Just Coffee 生意兴隆，恭喜恭喜！